山哦。好啊，那山要放在哪里？我就知道。好棒！好，继续再来认识小苹果，还认识什么数字呢？零。零在哪里？八。八吗？八在哪里？好，八在哪里？哇，找到！得几？不对，不对，九跟六很像哦。你再数数看，你再数数看这绿色的，你看这绿色跟绿色的啊，对不对？六。对，有没有六个点点？有，好棒。四。对。好棒。啊，这是几？二。耶，二紫色，对不对？这什么色？绿色。这不是七啊，这是一。一个点点啊，绿色。一。对。一个就是块。一个。好，啊，等下把它放来菱形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这边的这个是。两个的，还有啊，还有没拼好的，继续加油。还有没拼好的，还有嘞。二十一，这是十二啦，二十一，十二点啦。十二点就是满吗？中午吃饭的时间，中午，对不对？七。对。这是什么形？七。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一模一样哎。没有，不太一样。这是菱形，这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我说数字。数字很像，很像。九，可是不是九，这是六。那九在哪里？对，九跟六很像。对，好棒啊！一十，十一，十一对。那十呢？十在哪？十在这里。哇，拼好十真了，一配。哎。